最喜欢最聪明最有气质人见人爱的，选谁好呢？糟了，好难选啊。大人，不想选我的时候可以不要这么激动的抓着我，真是天真呢。清明啊，你知不知道宰战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？叫魏宰打呀，师傅。你这种级别，上场会被打到怀疑人生的。 吓唬我！你们等着瞧！想我全六星满技能 SSR 阵容，打架怎么可能会输？下手轻点哈！对面那个浑身长刺的家伙看起来也不怎么强吗？宰战遇到的都是这种对手，真是弱爆了！搞的送他们回家！ 开！我都说了要下手轻一点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不知道师傅在宰战里怎么样了，真让人担心。哎，应该遇上那个了吧？斗技场上最近常用的套路。 简直是噩梦啊！我们也去应援吧。啊！不来了，不来了！你根本不是食神，你是魔鬼！终于捡了条命回来。啊！你们哪来的这么多钱？ 宰战赚来的呀！不可能，大老爷就算了，你斗技水准这么烂，怎么可能赚到这么多？现在也来的，没意思。八百姐姐简直欧皇体质啊！我跟着她下注，全中啊！为什么只有我这么惨？师傅别灰心，我去宰战给你报仇。师傅，看我装备长来了九次良。 他在，肯定没问题。一起来活动筋骨吧。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！热闹的午后街角，忙碌的情节。 那个被烟花照亮的季节，向晚开的樱花轻拂树下的笑脸。时光转了一圈，那句永远的想念，会实现曾经一起埋在树下的心愿。时光转了一圈，为之流泪的誓言，留在树下不曾走远。